醒婆婆时机抓准准，欧汉生陪产误会糗大了。投诉的话，那我们干脆算个时间。医生跟我讲说，你要这个时间是不是？电话拨一起，下面音响几点几分顺时这样剪下去。哎呦，天哪，受不了这种画面。突然里面尖叫，这样慌张到不行，因为我那个认为破水，水会不会流干？小孩子不会，你羊水破了，小孩子马上就要跟着流出来。今晚十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